大家好，我是小弟，很高兴能向各位爱多美的会员问安。从今天开始，我会将爱多美的新产品彻底的就在此时此刻为大家评析。今天是我们头一次开播，爱多美的爆红款，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 The Fame 吧。各位观众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要开始哦。好，我们来看它与原本的肌肤保养六件组到底有多大的差异，一步一步让我们来调查吧。先来看外盒，第一句是将美丽延续，第二句是将真诚流传，这样两段文字。原本这一组肌肤保养六件组以单品来计算，竟然销售了6700万支，大家知道吗？为了延续这样的气势及真诚的这意志，意志是非同小可的。我们来看到底差在哪里呢？产品原本是6种减为5种，一眼望下去就可以看出产品设计非常优雅高贵，同时又充满时尚。还有呢，产品从圆形变成三角形，在形状上也有所不同。 The Fame 是由化妆水、眼霜、精华液、日乳液，然后再加这罐营养霜，这样下来总共由5种产品组合而成。我想我们爱多美的会员一定都有看过这个产品，完美无瑕的曲线搭配定制款的设计，同样使用在 The Fame 的身上。这支经典组合共由5种产品搭配而成，而且价格也非常惊人，只要3188元，这简直是智者的价格啊！来，两者一起比较就能看出简洁感。然后我看到成分真的有点惊讶，有3种最新保湿成分以及3种复合油，一切都在此完美搭配。哦，哇，难以置信哦。可是就算再好再多的成分，如果太超过了呢，会不会让肌肤难以负荷，让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担忧。可是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就咻的烟消云散了。因为德国的皮肤科学研究所 Dermatis 的公司颁发最高等级的 Excellent 这个最高等级的无比荣誉，如果是这个水准，这根本是神级规格啊！产品的售价上涨了628元，相较之下 PV 则由35000 PV 一下子冲上了57200 PV， 这岂不是超级划算的吗？不仅拥有能够提高肌肤吸收力的技术，使用高保湿成分的 The Fame 的时候，如果再加码使用我们爱多美的面膜，就能获得更棒的美容效果咯。好，为了更正式的向各位展现我保养肌肤的流程，我刚刚特地去洗脸咯。我是刚才那位啦。首先我先来擦擦看这罐化妆水，它跟一般液态型的化妆水比起来好像稍微浓稠一点，但是非常清爽。我们可没有把这罐化妆水放进冰箱里保管哦，但它却让脸部肌肤有效降温，同时还非常的湿润。各位看着后面哦，帮助抚平细纹，产品上面是这样写的，特别是眼霜类的产品一定要使用这种特别写上了能够改善细纹的产品，这样各位才有可能会看见自己想要得到的那种效果哦。而且啊，这款眼霜足足有40ml， 哎，40ml 居然只要688元就能买到。这款产品有个绰号哦，乱擦乱擦眼霜，符合绰号，眼睛周边抹一点，法令纹这边也擦一点，下巴这边像这样乱抹乱擦好像也不错哦。为什么呢？因为便宜呀。跟化妆水比起来的确更加浓稠了一点点，而且还给我一种高度浓缩的感觉。我现在只不过才擦了3种产品而已，但是好像已经有水分从肌肤的深处冒上来了，而且整体使用起来的感觉也非常的湿润又很清爽，擦完后也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声音哦，砰这样的声音。毕竟这支产品是乳液嘛，所以会有一点光泽感，涂
涂抹时给人很温和的感觉，跟眼霜和精华液比起来，好像又更加清爽了一点。最后这个步骤呢，我要来擦擦看这款经典营养霜。这款经典营养霜跟我刚刚试用的其他产品比起来，它带给人的浓缩感确实高了不少。但让人意外的是，没有什么厚重的感觉，它相当的清爽，无负担感，晚上可以擦，早上呢，在化妆之前擦上一点，它肯定也能好好的吸收的。各位有看见了吗？擦上产品的手的确更加湿润，还有这种爱爱内含光的感觉，肌肤的表面也变得非常光滑，给人一种想要不停摸下去的感觉。这边的五件组我已经使用完毕了，易推匀、保湿度、使用感、机能性，最后包括了性价比这块，都比较过的总评价是星星，有五颗，超级优秀的。擦起来的感觉非常的温和又相当清爽，还给人一种肌肤深处不停地向外冒出水分的感觉，真的相当的湿润。这些虽然都属于高保湿产品，但是绝对不会过于油腻，一点都不厚重。外油内干的肌肤以及油性肌肤的人应该也可以使用这款产品哦。好，以上就是小弟对 The Fame 产品们的使用心得哦。爱多美的会员朋友们，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我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吗？我妈最近好像有点在意它的皱纹，这产品真的太棒了，擦起来啊，太厉害了。我妈在我大概擦了这些产品三四天之后，说我早上起床之后脸上都在发光。这支产品好像真的很棒，太厉害了，好擦到夸张哎，太棒了。